下课好了。 你该不会……你根本就是混账了！你不要再勾引我了，我现在对你切割心重，我要是做了什么丑格的事，我饶不了你，你可别怪我！这种话还是不要说的。我不说，我怎么克制啊？你转过去，你转过去，我是想说，你是不是中毒了？ 师兄，你到底是来干嘛的？带你回去。不回去。你为什么不回去？回去干嘛呀？我是奉师傅的命令。师傅都把我赶下山了。我都没有直接责任。我现在有别的事情要做。我回去没有用。